今天呢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呢，一起早起工作的话，一定觉得哇，外头冷嗖嗖的，真的是好冷哦，好想赖在家里头继续温暖一下，对不对？赶快再来关心，目前最低温好低哦，这是呢今天的最低温是出现了入冬以来平地的最低温，在哪里啊？来看到就是在嘉义，而且呢是不到八度哦，降到了7.9度，冷爆了。另外的新竹看到也只有8.5度，平地的部分很低，山区的部分当然更低了。目前呢，今天最低温的地方就出现在玉山，你看呢，-1.7度喽。还有阿里山是0.6度，阳明山也好冷哦，也不到8度，只有7.9度了。提醒大家真的要做好保暖的动作。我们赶快透过继续呢卫星云图带你来了解为什么会这么的冷。其实哦，今天30号清晨，也就是现在呢，可以说是今天一整天下来呢温度最低最低的时候了。因为就是受到整个的寒流的影响呢，今天的气温明显的偏低。不过呢，这是在南部包括整个台南以北的地区，还有东北部沿海空旷地区呢，来注意喽。还有外岛地区，金门、马祖呢，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呐、哇，太冷了，所以一定呢要注意保暖的动作了。但是呢，这波寒流呢，其实呢接下来就要过了，而且呢开始会回暖喽。我们透过一周天气图带您进一步来了解，来看到今天呢清晨最冷呢，不过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，白天温度回升了，而日夜温差很大。提醒您注意了。另外南部地区呢是高温呢是有25度哦，今天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呢高温也有19到22度，可以说是回升咯，上午是比较暖一些些了。接下来下个礼拜呢，礼拜天到礼拜四的部分，来看到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，北部的低温呢是13到15度，是比较回升，但是还是偏冷一些些。还有中部地区低温10到11度，但是不会下雪，也几乎是不会下雨，因为是目前我们掌测的关系呢，是因为它的水汽是不够的。我来注意到的是，下个礼拜五，哇，又有大陆冷气团要来报道了，所以呢，温度可能又会下降了。提醒大家，又要做好防暖的这个，包括保暖的这个动作了。我最后透过小叮咛来提醒您今天的温度重点喽。低温特报，今天上半天都会有低温特报，所以呢，提醒您在今天到白天的时候，也还是要持续做好保暖的工作。另外呢，如果要开暖炉啊，注意要通风安全喽，否则呢，这保暖的时候呢，万一发生意外，真的就不好了。就是以上我们掌握气象资讯提供给您。